拿上去了。这个哥，你看弟弟在给哥哥找爷找爷找找爷爷，你看哥哥，过来上来，来，这个是哥哥，那个是小姨啊，那个是二姨，这个是妈妈，看到吗？这个是他的那个兄弟啊，来，你一天欺负，你欺负那个多多没有？哎，我看一下牙刷牙没有，来，看一下。这乖吧，你看啊，乖哦，他有当猴王的那种潜力，知道吗？他外公也是猴王，他舅舅也是猴王哦，他爸爸也是猴王，等一下哦，他爸爸也是猴王，这家伙牛不牛？你看，乖吧，看，一家都乖啊，乖得很，行。乖吧，你看他那个弟弟还吃奶，你看那么大了还吃奶。哎呦妈呀，这里来了这一杯小孩，这对小孩呢，过来玩一下，快来。这个是多多妈妈，你看没脑筋，这个是他婆娘哦，这个是妈妈，这个是婆婆，这个是儿子儿媳妇，这个是儿媳妇，你看这个是弟弟哦，这个是他弟弟。那没脑筋弟弟，这个是妹妹，就是他的二姨，还有一个小姨，那小孩，哎呀，你别吃了，这么大了还吃，你真的是，你来吃，这么大了还吃奶，你来，给你哥找爷爷，快点，给你哥找，这个是他弟弟，这个是大哥，小姨，那么一家全是一家，全是一家，私通，对，私通。现在儿子这个来拿这小儿子，私通小儿子，这个小儿子，这个大儿子，这个大儿子现在当猴王了哦，现在他是这个猴群里面，哎呦妈，日你小妈咋你的没脑筋，你咬你这个老子咬你咬得哇哇叫着，你说你再夸你还咬人家，你看你妈咬得哇哇叫，妈妈来了你看咬得，妈妈在，你看看吧，叫你不要到处跑，你看吧，那咬的几乎鸡拉五脚的，你看，妈妈你看，咬的你看，咬到头上了，但是他轻轻的咬，他不是用力，他只是把这个头给他提到了，怎么摔两下哦，摔两下，就是把这个头皮提到了摔两下，要是真咬就咬破皮了哦，像他这个牙咬破了，要咬破皮，看到吗？哦，像他这个牙要咬破皮的，他只是提到这个，当，对，咬两下，把那个猴咬的。咬的，你把人家咬的哇哇叫，人没脑筋的，你没脑筋，这，他一脸无辜的样子，这样子，这个视频没拍到，老铁们，要这个视频拍到了就上热门的，哦，这个视频没拍到，哦，等，哦，像这种这你看提起来，老子他凶得很，没脑筋的兄弟。你没的，你兄弟，感谢有这那个静怡若兰的灯牌，老铁们没有灯牌的亮亮灯牌啊，得拿去婆娘，这个是他婆娘对吧？看来，这个是他婆娘，这个就是那个小姨，小姨来我看一下刷牙没有今天，来我看一下，来叔叔看一下刷牙没有，过来，你这个我怎么弄的他也不咬我这个，这个。来，老子逮到了，你看，站，你看，感谢如兰的小星星啊，谢谢。中午好，大家中午好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没关注，记得留关注。妈也上人了，这，上人了，这。来，老铁们，我们人手来个小星星来。啊，有条件的，没有的我们点点赞了。这个是他妹妹。哎呦，炸！他把猫猫都给我整一些打下来了，你看，不要跑嘛，你不要跑，他把猫猫都给我打下来了，这家伙，他给我一巴掌，走啊，我去那边，哎呦，真的是他把猫猫都打下，幸好没，要是我没带猫猫，他就给我一巴掌打在脸上了啊、哦。我看看我家多多在哪里啊？我看一下，看一下多多在哪里啊？
他们会打人的，知道吗？他们会那个，感谢淡然一生点亮粉丝团，谢谢。好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下面有没有认识的，我认识的小猴。哎呀，那是靓仔，是老母猪。靓仔在这里啊，来，老铁们给大伙儿，你看靓仔，让开，我给他打屁股，让开，哎，让开，哎，打屁股啊，不要走，哎，这个是猴王靓仔啊，哎，哎，哎，看打屁股，哎，靓仔屁股都起老茧了，看猴王，这屁股都起老茧了，你看他们天天坐在地上，摩擦摩擦就成两个，你看老茧，哪天我也要像他一样，因为我经常坐在那个地上。来摇尾巴来，砰当砰当砰，砰当砰当砰，砰砰砰，这这砰砰砰，这砰砰当砰，这砰砰，打鼓你看，看一下靓仔，来靓仔坐过来，坐过来坐过来，不要别那个屁股堆着我，这样不礼貌的，坐过来，让我看一下，这你看坐过来，坐过来快点，把头抬过来，哎呦，妈呀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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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全这舅子下去了，这宰舅子，这宰舅子生气了，完了这宰舅子生气了下去了，这个宰舅子真的是，来来婆娘，这是他婆娘，这宰舅子吃饱了下去了，他吃饱了他不理，他要不吃饱的情况他就理我了，看到吗，这宰舅子真的麻烦的，哎，哦。你看这老母猪在这里睡觉了，哎，打给大家来点才艺啊，老母猪，哎呦妈呀，你看，哎，老母猪，这个是那个，这跟他睡的这个是个孤儿啊，这个是他那个，这个是那个舅舅妹的孩子啊，哎，对，看到没有？你看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老铁们，我们点点赞赞吧，好不好？免费赞赞点一下，有条件的我们人手来个小星星。今天浩浩看到不？今天不知道看不到浩浩来，扎开啊！啊嘞，哎，哎，他睡着，他可累了。等一下看能不能看他好好。你来找我耍，我不要你来找我耍啊！你们来找我，你又舍不得掏米，叫你开个餐，你说你就不说话了。你们要来找我喂猴，你们要掏米的啊、哦，要来给他们买吃的，叫外卖哦，不是。然后等一下来了，那是一毛不拔来看猴啊，真的是，是不是？我天天背着几十斤喂他们，你们也来了，你们也做点贡献，哦，你来找我就是这样，啊、哦，啊，在哪个位置你来了，你要给他开餐，你舍得不嘛？啊，嗯。买几斤米就不要来了啊，买几斤米就不要来找我了哦，啥意思？出米啥意思？出钱给他们叫外卖舍得不嘛？哦，感谢洋洋的那个，是不是我也在前林山？你看看到没有？来，这个是他儿子的，来，这儿子。感谢点点赞朋友，谢谢啊。最多五个头就自己你自己买来到处去喂吧啊、哦，那个湖边多得很。啊，嗯，湖边多得很。哦，哎，你看大仙也在前田山，你们来前田山，记得来找看看我，给他们叫外卖，对，也要给。来找我就要给他们叫外卖啊，这是规矩啊，这是规矩。要不然那个是不是？你来了，你就要做点贡献，很简单哦。主播也不会，
不又不是那个赚你的米，就叫你去买，你叫那个碰老板送来就行了。嗯，我一叫卖外卖，对，就是来了就主播带 我来看河，对。感谢感谢，是不是？感谢义子的，你人家那个义子那天都来给他们叫外卖，叫了一件面包，是不是你啊，义子？给人家跟老牛一起来的。嗯，